下午的2:51，你看到现在是花博农民市集明天的活动，11月26号跟11月27号是嘉义县市周，嘉义县的香蕉产蓝产品的展售促销活动，10点钟开始，啊，1点钟农产品品尝，3点到4点是歌唱模仿秀，4点到5点是花博音乐会，是钢琴表演、喜朵音乐。5点嘉义农产品特产品尝。11月27号的活动也是这样的，啊，嘉义农产品10点开始，1点34农产品的品尝，3点到4点中东肚皮舞的表演，啊，4点钟是嘉义农产品特产品品尝，4点30到4点50是每日一物，6点是月月抽奖，等到月底他们月月有抽奖。11月26号的龙穴讲堂里面，2点到3点是山药麻油烩仙姑教学，3点20到4点20山药割皮辣椒鸡汤教学。欢迎我们民众跑到花博农民市集这边来，冬令进补月，来这边啊采购嘉义县的农产品。